试吃这个18块的榴莲慕山 King 雪糕。猫山王冰淇淋。榴莲味道很香，真好吃啊！18块哦，绵密。真的是很香，给我拍一下它的肉，拍一下它的肉，看那个脸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是吧？再吃多一口，原来猫山王是这样的，真的很好吃，18块值得吗？值得，我觉得可以。大家请赞助我们，记得 take Julia， 哇，很好吃，来，叮叮叮，来沙巴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，必吃，沙漠松饼，这。杜丽亚看到他可以赞助我们吗？杜丽亚可以赞助我们。你年轻与骄傲。杜丽亚看到可以赞助我们吗？哎 ，Hello。杜丽亚可以捉住你。